第一步，先确定你的 Apple Pay 没有连接。没有连接完之后呢，再到车机。车机这里有一个设定，设定点进来之后用搜寻会比较快，所以点这个搜寻的按钮。那它主要是分割画面，所以要打 split 啊，分割。那你就会看到使用分割画面的这个选项啊。你如果没有拔掉的话，它就不会出现这个选项。好，你点了这个选项，点进来之后，你要确定第二个没有打勾，使用分割画面没有打勾，好，那只要确定它没有打勾，把打勾取消，那取消完了之后呢，你再把 Apple Pay 再把它连回去，好，连回去之后呢，等一下呢，它就会再抓到你的 Apple Pay EVO， 那抓好了之后呢，你的分割画面就会不见了。